觉得我要搬个家，我就随便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。好，这个是顺德那些拿开。你要几个？我都拿着得了。两个20块钱。你还有点。给20块钱行吗？行行。嗯，你这假还有，你要几个呀？3个元宝，行吗？你说这个灯原价多少钱？我就知道。行，给你。哎，张伟，这多少钱？啊，多少钱？给200一个吧。200一个啊？那你们卖的可真贵。这不行，我给你便宜点，行吗？我这个价钱我都不想跟你讲价。这样行吗？给150一个可以吗？150一个还不行啊？150一个。哦，那你自己做吧。之前的执行工作是对接道具、对接美术，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去到每个市场了解每一棵植物的价格。就那小陈老师是不是对植物的价格有很高的要求？啊，一定要便宜，一定要便宜。我进去看一眼你的东西。行行行，走走，进去看看。你没有种蔬菜哈？没有。哎呦，这里面很暖啊。这是过路黄，这个是阿姨应该是扦插活的，应该不是用种子扦插的。你给它久了，谁给你加钱了？给它内里头。什么？你打了虫子钻进去，给它内里头。这个过路黄啊，掐尖儿一插就能活是吧？对，掐尖儿再顺就在内里头。在嫩里面什么意思？再把它按到盆里头。哦。哎，这怎么像这么像草莓啊？我这个我不知道。是的，我知道了，它那个上面带刺儿，然后那个果子，对对对，那果子是红色的，很像小草莓一样的那个。是吗？这个叫树莓还是叫什么？我忘了。树莓特别长。对，这个呢，它越长，它是普地的。对对对，长。对对对。那个在山上很多的，那个你小心点，它那个上面的刺很硬的。啊，对对。生存能力极强的。哪个是带刺的？它一定是很耐活的，因为它天生下来就很会保护自己。这个，你这个您不知道吧？这个特别难咬。它这个啊，您可能浇水浇错了。啊。它类似多肉这款，它是在干旱的地区长的，水一大它就烂根。这个，对。阿姨呀。哎。那个南非菊，我给您要20盆的话，多少钱？那就3块钱一盆。能不能再少点？我再多点，我再买多点。40盆。那就2.5块，对。好。这您啊，这大礼物我就不会再说别的了，是吗？谢谢你，阿姨。还有那个。过路黄啊，您能便宜点给我吗？花香那批发，他是卖2.5块一盆的。他肯定不给我的，我这要打3遍头了。嗯，那个过路黄那个您稍微便宜点，来。那最低3.5块了。你价钱合适，我都给买。其实我本来今天想的就买一点点东西，但是你东西划算，我可以给你多买一点。这是一年的吗？一年。一年生的呢就有个不好，你来年想要继续买。其实我就喜欢多年生的东西。你咋这么抠呢？我真的很抠的。那完了把我们养大也饿死了，像您这种状态。这个鼠尾草啊是多年生的吗？没错吧？多年生，这个没错。过冬也没事。过冬也没事。多少钱一盆的这种？这个6块。这个就贵了。嗯。这要是一往往家去，非要从车别的那。嗨，我就这点钱啊，嘿，真是嗨。
这番根所有的番根是一个价钱吗？所有番根一个价钱。卖多少钱一盘这个？就小的。你说咱俩这个？就咱俩这关系，您说吧。六块最低了，你再也不能回了。六块。阿姨，你要是说五块，我就决定说今天番根我给你扫一批走，而且你的番根基本是单株的。阿姨啊，哎，你这样吧，番根我跟您说个整数吧，五块钱的话，我给您拿五十颗。五块钱你拿不走。五十颗。我不骗你。你这我给你要的这个，你这个是要的这下贴切了。这番根我给你挑一点哈，阿姨。哎。家这抠门，我说你们家的领导咋这抠门啊？哎。